退休工资1634期，我跟老公健康饮食，只为身体健康，余生不拖累我生的，同时分享简餐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，啥药不吃，瘦不等于健康，胖一定不健康。舅舅从老家来，家里还有剩菜需要老公打扫，他今天还是不能吃减脂餐，我今天开始减肥打卡了，上个秤吧，今日体重101.3斤，早餐防弹咖啡加鸡蛋。老先生的午餐有多幸福，自己做的大米粥，五花肉炒蒜苔，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，我的减脂午餐主食呢是意大利面，蛋白质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腿，膳食纤维呢是油菜，晚餐我就对付了一顿，吃了一袋鳕鱼丸子，这么吃明天肯定是掉秤的。